冇见就坐电脑啊？好。哎，这是预备用。哎，我没听讲。预备用。哎。啊，当地的。啊。云林游击赞不赞？赞！就叫你讲者了，就叫你讲者。来，嘿。哎，就说这一次有一个捐献活动。哎，各位好朋友，啊，我们中华邮政云林邮局这一次的捐献活动是从三月七号开始，从斗六开始。那三月八号今天是在我们斗六跟北港。那在我们的捐献中心配合到这个的礼拜天。那下个礼拜三月十五号，我们在虎尾还有一场，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捐血的活动，谢谢。那我还是会捐，是，因为如果只要方便的话，我在云林我们有捐血活动都会参加，因为我经常会上台北开会啊，或者什么参加什么别的活动不在的话，我就没有捐。啊，如果只要有在我们这边，我都会捐。谢谢，因为捐血是一个很好的，对自己好，对别人也好。我请你光顾拜拜呀、啊，去拜拜，拜拜，哎，刚好满一百次。就是中午休息时间，我就走到新公园二二八公园了，那边有固定有一台捐血车，我就到那边去捐血。哦，捐五百啊！啊，盖头发比较快啊，头发两百，五百是三个月可以捐一次，那两百好像是两个月可以捐一次。